2023年新科技，糖尿病不用治，28天就28天，亲自用了再来评价。血糖指数长期偏高，这是你的胰岛素正在发出信号，后悔没有早点刷到这个视频。用完之后血糖指数还高于6.1的，请你告诉100个人，就是这么硬气。只因为我们是福建李时珍集团耗时多年研发的产品，只因为我们是源头厂家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糖尿病10年、5年的朋友，不要再走调理糖尿病症状的弯路了。这款李时珍化糖消采用贴敷设计，经过多种精华提炼，浓缩成小小一片，每晚睡前贴在脚底涌泉穴，通过外力刺激穴位，深层透穴，促进人体循环。科学辅助改善手脚麻木、四肢无力、多食消瘦、视线模糊等多种糖尿病症状。常年被糖尿病症状困扰的朋友们，不妨信我一次，正规一类医疗器械用着放心，现在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点击下方链接即可购买。